好的，欢迎收看魔术 Channel， 我是 Davio。今天你知道我们要干嘛吗？开箱。开箱。那、欸、可是你不知道开什么箱，对不对？对。完全没有透露的、哦。对。你有看过《出神入化》这部电影？有。那你有没有看到它有一幕是雨水暂停？嗯。往上飘。这一台机器就是可以让水滴暂停又往上飘的机器。今天就是开箱，开箱，开箱这个这台机，看有多厉害。它上面写的 surprise coming， 上面给我写一个 surprise coming， 哎、欸，我还以为 supreme， 哈、欸、直接变了，哎呦，太喜欢了啦！来，你来开，出来了，拿出来了，好，这么大箱，其实它只有这么小台、欸。哇，看一下，很漂亮哎，它这个这边是金属，哎、欸，这个不就是环保吸管吗？喂，不是啦，怎么掉了？装回去。没有，它这个是本来就可以掉的，要不然就拿不出来，所以就把它捡起来。哦，懂。看它这个精致度啦，中间是金属的感觉，漂亮，其实很漂亮。它本身就是做成一个漏斗的样子，然后水就在水滴就在漏斗里面。那这两个是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子拿两个杯子吗？就问你这两个我要怎么安装？这两个怎么安装啦？这两个要怎么安装？这两个怎么安装？可能要看说明书。本身非常简单。加水。他第一步不是教我们怎么装，他就告诉你先加水，可以先加水。因为我们一倒过来，这个就掉下来，就要去装水。所以我们要，哦，使用前要先加水，不然你一先运作它就会坏掉，可能就会坏掉。出水吗？我水。等汁拿去装水。好，可以吗？哦，满了，初代满。都没有穿过它那个，对不对？没有。Okay, 好，可以。我们直接把这个盖子放去。刚刚一插上电，它就先显示了时间。对。时间应该可以再调了，再调整一下。好，那我们要开，准备开电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他说，它上面说明书说，开电源就它就开始产生水上去。对，水就开始往上飘。好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三二。真的，哇！它真的有网络吗？哎，好酷！这个好屌哦！像 Gravity， 对不对？对，蛮重力的。啊，好酷哦，这好酷哦！它现在是在往上还是在往下？欸、为什么一下下一下往上？哎、欸，它又停住，现在是停住。他们现在是在对抗，在停住在中间。哎、欸，现在往上，往上了。它是不是一个循环？哎、欸，其实也没有很大声，也没有很大声，还很小声，很小声。嗯，所以我现在一关掉，然后水会掉下来。哎呀，你关掉看看，一瞬间、哦，一瞬间就直接掉回那个洞里面，很 dramatic 耶，还 OK 耶。所以，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就是也把玻璃罩拿掉？因为它玻璃罩其实只是一个造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那就直接开。开喽。Magic， 最近水会不会喷出来呢？哎、欸，这样，哎，这样好帅哦，更明显，这样更明显哎，这样好好看、哦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个直的水流。如果没有，就是没有摸到它的话，就不会这样。哎、欸，会了，它是一个水柱哎，对了，为它是镂空，可是它是一个水柱哎，它是一个水柱啊，它是一个完整的水柱。它主要原理是，它这 LED 灯，你有发现它一直在快速的一个频率在闪，对，然后那个闪动的频率呢，刚好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它，就是。变成那个水滴是往上，它其实当然是往下，它一直往下、啊，是吗？哎，什么意思？啊，我以为它真的往上来。水是真的往下，但是它那个频率的闪烁的方式，会让我们就是视觉产生误会，对，会觉得是往上。什么？啊，我刚刚真的以为它是往上哎。那就是好破灭。就是你会是一个看魔术的好观众。对。Always been good. Very good. Very good. 重现了啦！重现电影中雨水上升，真的
所以电影其实里面也是很讲究的，你有发现吗？它其实它虽然是用一个很户外的场景，然后雨全部停住嘛，对，但它其实它在侧拍的时候有拍到，它其实它在那个广场是有超大探照灯，是吗？对，真假的？所以它其实，所以它也是这个原理。硬要说它那个原理，其实可以是那个探照灯的闪烁，虽然不是特效，是特效，是特效，但是它是有根据的特效，是它是真的。有这个魔术，这个科学的原理在这样子，非常神奇。而且它刚好又做成一个漏斗形状，对，然后又可以看时间，完全是一个摆设在桌上，不错吧？这好漂亮啊！收藏又加一了，可以。那边有道具间收藏，不要放罩子上，不要放罩子吗？对啊，很科技耶。那罩子你要用吗？对，就带回家。封起来当碗，水杯。好的，这就是今天反引力、反重力的水逆流开箱了。那如果还想要看更多稀奇古怪、有趣的开箱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魔术 Channel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